欢迎收看东京热讯息。今天的热讯息要介绍 Cookie Time 跟 Natural Lawson 合作推出的新限量的饼干。Cookie Time 呢是纽西兰的手工饼干专卖店，然后2013进军东京元素之后，已经变成打卡景点。一共有推出两种版本，一个是岩焦糖牛奶巧克力，然后一个是原味的巧克力碎片。来试吃看看吧。那我现在来试吃一下，这个是原味的，哦，很脆，它不是那种不是威化饼的口感，它是那种超级酥脆。你看，哇哦，对，它外表超脆，然后吃起来呢，你可以吃到它其实是偏甜的饼干，然后里面的巧克力碎片吃起来还蛮香的。那我来吃看这个岩焦糖牛奶巧克力的版本吧。要稍微嚼一下才可以嚼出那个就是岩焦糖的味道，因为它焦糖的味其实还蛮丰富的，然后再加上这个巧克力碎片，其实蛮搭的哦。以上就是这次的东京热讯息，记得要去 Natural Lawson 才可以买得到哦。我是鲍勃，我是文，大家下次再见，拜拜。